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看完了。你们知道我今天翻了多少个翻牌吗？哎，现在你们是不是还没进来？咚咚咚，有人听得到我说话吗？也能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好像还没有人，没有人。叮。啊，在呀、啊，没人了，大家都睡了，大家都被我气跑了，哈哈，我好开心。哲学先生可爱秀，得开直播，什么？你该怎么办？那你就选择呀。对，我还没睡觉，我跟你们说。我想想啊，我昨天什么超话题、超话签到、超话签到、超话签到，我昨天是不是又没签？哇塞，我难过了。唉，放弃，谢谢。我还没有睡觉。声音好听的小姐姐，晚上好呀！会早睡的，会早睡的，自闭了。哎，我是第六名，哎，是第六名。对，还没有睡，躺2天啊，这么不小心啊！不过做体育运动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，不然的话，一旦伤到就要休息很久啊。对，12点了，12点了。哎，等你们人稍微多一点，跟你们讲。跟你们讲什么来着？我要讲啥？我忘了。哎，算了，等会儿想起来再说。早啊，早啊，早啊！我不要给你们讲鬼故事。嘿嘿嘿，我好开心，我现在好开心。要去玄学转运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！我昨天翻牌翻了，1950个鸡腿，哎，很开心。我不知道为啥还有零有整的，但是我特别开心。你要抽中欧美音乐游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你们也可以给我发私密啊，我今天晚上会把私密都翻掉的。先睡了，明早还要搬砖，好的，去吧去吧去吧。我很开心，哈哈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。啊，早上好呀，早上好。叫什么？Boy Next Door 是吗？没有听过哦。等会儿你也来个私密，嗯。很容易哲学成，不了不了不了。翻得太快反而不适应。你改了 ID，小蝴蝶告诉我要坚强，这是什么鬼？过小年了还要搬砖啊！这工作党很辛苦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年，大年29才能回家，难受啊，很辛苦啊，很辛苦的。摸头，今天是小年吗？我不知道。My name is one，那个象征自由的男人。你也改了 ID，没有，我还是能认出来你。嘿嘿，将将将将将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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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羡慕给 YH 认出来的句句没有啦，是因为他们的 ID 太熟了。谢谢谢叶蝶，嘿嘿。青春有你没看哎，这个我没看。好像最近有一个关于演员的综艺挺好看的，但是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。谢谢巧克力，晚上好呀，晚上好。今天你妈妈生日，买了礼物，不知道她会不会喜欢。我觉得是你买的，她肯定都会喜欢。
我已经钻出来被窝了。为什么要吃饺子啊？今天，谢谢，晚上好呀。晚年幸福是什么鬼？不管大年还是小年，想我就是每一年这么甜。你当然没认出来啊！你有没有改？你有没有改 ID？ 哈，谢谢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还早着呢，还没有新年呢。大年三十儿，你们是不是都看春晚或者是出去玩了？谢谢，还是在家里跟家人一起过年呀？我觉得大年三十儿，我想想看，明天还要上班，那你还不睡啊？不是还差多少？那个还没看到，但是我昨天分牌翻了一千多少？西西巧克力翻了1450，哎，是1450吧？我刚才说的。啊，前辈的表情。腊月23吃麻糖，麻糖是，我忘了用普通话应该怎么讲了、啊。芝麻糖，芝麻糖，对。床终于被我压坏了。今天声音特别甜，真的假的？是因为我在家里，所以声音不能很高才这样吗？在家里打麻将，好苦啊！不过挺好的，我觉得。哎，你在家里都是跟……我想想看，我不会打麻将。嗯，那我不说话，我选择闭麦。1950，啊，我刚才说的1950啊，我忘了。大年三十守夜，我感觉我这两年大年三十我就睡得可早，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啥有50，可能是有人给我发的是150的私密吧。麻糖就是糖果，可能因为特别想我，这么甜。芝麻糖，对，芝麻糖。嘿嘿，晚安了，叉七八七八七八。对，我扑克也不会打，但是我会接竹竿儿。接竹竿儿算是打扑克吗？如果算的话，那我就会。嗯，打麻将和自己打还挺厉害的，和亲戚啊。一说这个，我今年忘记买那个衣服了，就是有上一年特别火的那个衣服，上面写着毛衣嘛，上面写着什么来着？什么您说什么都对，就是那个。有机会可以教我打麻将，我跟你们说，千万别试图教我打麻将、打扑克，你们会崩溃的。嗯，比大小我也不会，侮辱扑克牌，数独我也不会。对，你们会被气死，所以还是算了，我觉得不太好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是真学不会，不是假学不会，不然肯定跟你们学。对。你们最近有喜欢的不是合理的小偶像，就比如说是外面的韩团的小偶像也行。你们最近有喜欢的吗？我最近在看韩团的小姐姐们，我觉得他们好好看啊。老一辈把小年叫祭灶，对，我知道祭灶，但是我们家不祭灶。嗯，因为我奶奶她信基督教嘛，所以我们家不祭灶，然后我是没有宗教信仰的。跳棋我也不会玩，4岁就会打麻将，这么厉害？麻将我是真学不会，我妈会打，我妈从小带我去打麻将，我都不会，学不会就打一顿，算了。手机打麻将我也不会。YX到底睡不睡？YX在梦游。宇宙少女啊，亚洲王妃是啥？没有，我还差不看，真的假的？哎，我好看，好好好，嘿嘿。宇宙少女好像很火，是吗？还好，我感觉阿粉啊，宇宙少女是韩团呀。啊，这个呀，我这个不知道。发完分牌回来，直播间已经重生了。
双双开心。嘿嘿，明天早上我7点多起床，不过还好，现在睡觉的话，其实7点多还好。谢谢。我看看啊，我得给你们找找我们说啥，找个话题吧。嘿，将将将将将，我们聊一点什么？不能总聊吃的呀，要不到半夜的话，总聊吃的不太好。哇，我看到有一个博主发了一个曲奇。哇塞，我的妈呀，感觉好棒啊，为什么大半夜让我看到曲奇这种东西啊？7点多，不是4点多啦，7点多。好可怕，一个女人。没有，我又开了一个，又开了一个，贼交情私密，没关系的，一会儿看，一不小心发满了200字，没啥没啥没啥，挺好的。嗯，7点多起没关系，明天要去郑州，在路上也可以睡觉。母猪的产后护理。嗯，再看猫头 NGT 的瓜，真的挺精彩的。我觉得每天基本上每天都有新瓜。谢谢巧克力，反正我觉得他们那边成员好像更魔幻，我感觉。准备拉黑 VI 茶了，打扰了，哼，不行不行，不能拉黑我，谢谢谢谢曲奇，为啥说到曲奇就来了曲奇，可以的，不通宵不通宵，进行化疗，你拿错书了，最近在看，我觉得很有趣，就对我感觉我平时也挺港的，就喜欢吃瓜。瓜多好吃呀。没有没有在暗示呀，我就是最近在看猫头吧。12点之前关直播信了，12点过后 OI 叉会重开，是的。边听边睡，好的。搞数学作业，你们还没放假吗？太惨了吧。哇，你们高中生是真的惨哦。摸摸头，好好学习哦，数学一定要考150。哦，寒假作业呀、啊？哦，这样、啊。那你加油，那你加油，争取开学了考150。是很真诚的，真诚的祝福。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奶，没有在毒奶他，没有在毒奶他。对，还真不及格。哎，哎，我能说啥呢？我就知道。什么？好的，变成听众先。好的，好的，去吧。单独面对病人啊，那你要加油，这个确实有点难，我觉得一个人。我数学咋了？我数学再差，我也没下过100分，基本上啊，除非我特别差的时候，我最差考过78分，150分字的，然后就被叫家长了。但是一般上我是不会低于100分的。晚上好呀。对啊，虽然我是学渣，但是我真的学习不差，其实真的，我其实学习不差。总分多少？直接说总分多少？总分150啦。谢谢啊，又是这个热气球，开心。谢谢你，高考都没及格，我不会写藏头诗，文采不太好。数学试过29，厉害了厉害了。星星代数好玩不？不好玩，不好玩，不是我们出的题简单。嗯，我们高中，你想想，你们是北京的，我们可是河南的，我们河南题可难了。哦，所以啊，小朋友你加油哟。30，你们是50分制吗？觉得你像学习好的人吗？看起来挺像的，嗯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。嘻嘻，巧克力，晚安，快去睡吧。
为什么要把我头打歪？我这么乖。嘿嘿，我是文科生，我是文科生。吼，什么？谢谢。要不猪猪都不营业了？没有，就算错过了，我也会营业的。因为我是 YY 叉呀。我觉得学历挺重要的，真的。其实说真的，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，你当偶像啥的，学历是一定不能放弃的。对，毕竟你之后不当小偶像了之后，你还是要做别的事情的。回归普通生活的话，还是要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文凭的，是吧？啊，题库还可以背题库吗？不是，我们文科数学也不简单的，河南，我们可是河南的。没有貌似在及格的边缘，没有，真没有。嘿，什么调查？这我感觉你们的作业好难哦。嘿，全国一，是的，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对啊，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啊？比如上学吗？我突然尬住，不知道该说啥了。对，北京的很简单啊，北京，我觉得北京的题很简单的。觉得你们可幸福了，因为你们高考的卷子真的很简单。不简单，没有吧？就是只针对数学来说，我觉得挺简单的。谢谢。做梦都想有北京户口，可还行。你加油，你加油！说不定哪一天你就梦想成真了，是吧？那什么数学很难呀？这个样子。对，北京卷还有上海，诶，是上海是单独的卷子吗？你上海的应该也挺好做。江苏卷很难，我知道，我做过一回江苏卷，我直接放弃。江苏卷是真的难，反正我觉得地狱级别的，真的，江苏卷是地狱级别的。对高考都没啥感觉，反正我觉得苏教版本来就是一个很变态的东西，真的。因为你们不觉得吗？从小学开始，就是学苏教版的，他们数学就很难。小学就是这样的，然后一直到大学都是。不是大学，一直到高中。啊，这个表情闪亮登场。粗心就惨了，是的，不能粗心。我以前也特别粗心，就是数都能算错。北京天上人间还要不要人？你要干啥，小伙子？你要淡定，不可以的，太吓人了。不是这位，我觉得。这位姐姐她很有问题。为什么要说起数学？哎呦，上午考完，中午去公演划了个船，下午继续考，厉害了！哇，你真厉害！高考还有心情去做别的？我高考的时候就没有心情做别的，真的，就是完全就只想着考试了。哦，公园啊。嘿，我们开半个小时，然后我去翻私密，哈哈哈哈，开心快乐营业。我觉得营业是一件使小偶像很快乐的事情，十分的快乐。高考你们全程住校都不能回家，啊，太苦了，怎么就好假了？哎，不觉得很幸福吗？就是很幸福呀，对啊，你看你们这些人很刻薄。谢谢，就是没想能考好，结果上二本，挺好的，我觉得。反正咋说呢，能上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学校就好。啥叫满嘴跑火车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确切知道私密几时能被翻是一种什么感受？还行。挺好的，
谢谢。濮阳我没去过。对啊，我性格其实还挺好，挺好相处的，跟我熟的话。每次开电台又要和我吵架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我就怼怼你，但我不会跟你吵架的，真的，我就是杠精，我除了跟你杠两句之外，我不会真的和你吵架的。对，我性格可好了。男子跑高铁真好是吧？大学该学法律的，法理科可以选法律啊，可以的，理科是大部分都可以选的。我不是小猪，你才是小猪。亚曼亚曼啊，诶，甜系粉丝羡慕被杠。我觉得杠你们其实还挺好玩的。对，大学就是要学有意义有技术含量的专业，那我想去学挖掘机。我觉得可能拆迁办需要我。劝人学医天打雷劈，劝人学法千刀万剐，太吓人了。嘿嘿。没关系，我一会儿就关了，一小会儿马上就关。谢谢。什么怎么关注呀？咋感觉一直是我被怼？没有，我在怼你们呀。杠粉丝就是我素质差，实锤。没有啊，你们不觉得跟粉丝聊聊天啊，杠杠你们还是挺有趣的，不然只顺着你们的心意的话，我觉得不太好，对吧？素质无差的。学完法律毕业后当游戏策划，这个转行转的有点快啊。嘿，我再看一眼我的微博，你们有人要报社吗？我就是有人惨，就是不是惨了，就是存了好吃的图吗？好想看看好吃的图啊，羡慕。嘿，播音主持吗？播音主持其实找工作也挺难的，现在直播要晒粉丝。没，我明天不跟北哥出去玩，我们换时间了。想要什么报社都可以呀，怼粉一时爽，一直怼一直爽。是的，舔多就要演一下。对，没有下一个，看就你天天怼我。对，可以看私信了。我说有，肯定没有是什么？唉，我好难过。不然我说了就发，那岂不是很没面子？那我是不是说不发你就会发？那你们别发了。对，这样的话满足你们的心理。对，换时间了。嘿，我要立志做一个小杠精。嘿，我今天看见，就是看见是啥瓜，真有人给我发西瓜，可还行。嘿，看到了。我不玩游戏，我不玩游戏。什么？对，小钢筋挺好了。我已经是个大钢筋了，打扰了，真的，真实的打扰了。唉，真的像条狗开笑。不了。我今天看他们在吃肘子嘛，我觉得肘子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啊，流口水了。没关系，再过4分钟我关掉，然后我去翻私密。我要立志做一个努力的小偶像，对，努力为事业奋斗，为建设什么，不，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，我决定要努力工作，改变现状，改变自己。瓜多好吃呀，哎，吃瓜这种事情嘛，就随缘看看就好了，对吧？
维尼熊警告。突然高声，不，文尼熊怎么？文尼熊多可爱呀、啊，对吧？藏头诗警告，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够了。为啥政治还是70+的？咋了？这说明我的政治觉悟足够的深，是吧？我政治觉悟可是很棒的。对时政，毕竟是要考试的人。你看这个子弹，它又长又尖，你是要上加急名单了吗？马上就过年了，你为啥那么着急？就不能过了年再说吗？我没入党，没入党，因为我挂科了，所以我没办法入党。其实我还是挺想入党的，我之前，对，不当老师，浪费了。嘿嘿，年后第一批也是光荣了。行，带上你。对，挂科没办法入党，就很惨啊。其实我还挺想入党的。什么？这是什么蛋糕？为什么这个蛋糕长得像一条鱼？哇，你们的报社真的好神奇，什么都有，但是有好多好吃的呀，好羡慕。哇，我好羡慕，还有早茶，哇！你们是每天都会吃早茶的吗？其实我很好奇这点哎，你们是每天都会吃吗？还是什么？啊，这个好棒，甜甜圈，一看就是女孩子喜欢的东西。哇塞，还有鲜芋仙、烤鱼、火锅。我饿了。我好饿呀！我看到了报社，对，跟挂科有关系，入党了就不能磨了。组织关系都没地方放。哎呀，拜拜甜甜圈，减肥，你也喜欢甜甜圈，真的假的？男孩子哦，对，男孩子也喜欢吃甜食了。我忘记这个事情了。特别爱吃的东西，什么啊？那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对吧？不行，我觉得我得关了，不然我一会儿就上淘宝开始疯狂买东西了。不行，我要省钱。好了，我要关了，然后我明天见，对，我明天见。然后明天如果我可以化妆的话，我就给你们开直播。对，看明天什么情况。拜拜，做个好梦，我要去翻私密了，然后开心工作，加油！不翻你不睡了，好的，我会翻的。嘿嘿，晚安。